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一些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两面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。我想，关键是你愿意选择哭泣，还是微笑。9岁那年，上帝把我的右腿拿走了，我要告诉他，即使这样，我照样也能走完全程。我之所以选择微笑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乐观的女孩。我要去搜集更多的微笑，我要把它作为送给世界的礼物，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微笑。小小，给世界做一个礼物，就是中国印上面放各行各业的职业的人的笑脸。包车 ，OK，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1、2、3，希望你们能够把幸福留在这一刻，然后阿婆就能把自己的笑脸交给全世界。贴在哪里？贴在一个大的海报上面。有阳光，眼睛里看到的就全是温暖，这就是微笑的力量。今天加油。